我们与普瑞玛 Prima Power 共同合作开发 FastRig 做加工路径编程模拟及优化，连同普瑞玛的激光切割机一起贩售给终端客户。这是一个典型的普瑞玛三维激光切割机，一个可转动的工作台，一边在机器内部可进行切割加工，转动台的外部则可同时进行上料。当结束切割加工后，则转动工作台，立即进行下一个加工。当工件放置在量产的家具后，点击自动轮廓搜寻，可自动侦测到切割的轮廓、圆圈及方形的几个线条，则可直接选取侦测到的轮廓进行加工。右键点击进行编程及模拟。因与普瑞玛的深入合作，我们能保证实时编程好的程序在模拟过程中都能非常精准地反映实际机器的运作。当有碰撞事件发生时，简单的操作机械手臂的动作方向，立即避免碰撞的发生。当侦测到与夹钳发生的碰撞，可以编程夹钳的自动开关控制以避开，还可以对任意的几何轮廓做偏移的设定。现实中的加工工件可能与 CAD 存在一定的误差，或在夹具固定上的偏差。在 FastRig 程序中提供偏移的设定，可补偿加工路径的偏差。我们支持机器中的工作台旋转操作，保证量产周期的自动化。我们还能对工件自动生成夹具，选择工件点击夹具生成及自动产生出夹具，并可设置参数调整夹具的生成，让夹具的设计如此简单方便的完成。